政府不宜跟老农计较小确幸。老农津贴应提高到10000元，而非农委会说的7550元，只比马英九的7256元多出294元，一天增加不到一个卤蛋的钱。一边一国行动党主张老农津贴应发放10000元，绝对是正确的诉求。因为靠天吃饭的老农民一生为台湾卖命，没有军工教劳工的退休福利，无法享受有尊严的老年生活。阿扁总统任内提出增加投资台湾，创造就业机会，平衡城乡距离，缩短贫富差距四大施政重点。老农津贴加码3000元，提高到6000元，老人年金3000元的第一次发放，都是政府关怀弱势的具体落实。即使阿扁身陷龟山淋雨，仍关注老农津贴是否有再加码的空间。阿扁特别拜托来见的民进党团干事长蔡黄郎回去后召开记者会，宣示老农津贴应增加1000元到7000元。马总统和其政府也是以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精算，只能增加300多块，引发为德不足的物议，最后还是跟进民进党接受调高1000元到7000元。如今农委会最新精算出炉，又犯了跟马政府相同的错误。目前7256元的老农津贴，预定明年1月可调到7550元，只增加294元，一天增加不到一个卤蛋的钱。部分立委倡议老农津贴参考指标由 CPI 改为经济成长率 GDP， 增7900多元。农委会则表示，这要修订老农津贴暂行条例，工程浩大，且恐引发不必要的政治争议。问题是工程更浩大，而且政治争议更大的一例一休、同婚等，蔡政府还不是照干。农委会说，政府正积极研议，最快明年提案推动修法，其能将老农津贴与国民年金结合，希望农民未来也能有月退金过10000元。问题是蔡政府要推动的是结合国民年金，缴15年以上的农保保费才能领取，与目前的老农民与老农民津贴都是社会福利，不用缴15年保费完全不同。老农民领14000多月的津贴，不必缴交15年的保费，为什么老农民要领10000元反而要？为免毒后老农民而轻忽老农民。如果有机会出门坐车，或者是在厝，在人文所需，甲一个先进好朋友来见面，有当时啊去到庄卡，甲遮个老农民来见面，不管是本人或者是时势、家己甚至孙辈，咱会向阿扁啊来握手，来表示对我的感谢。啊，我着感觉真歹势，面一直要红开，因为我感觉讲，这是我应该爱做的代志。这嘛是咱大家人的血汗钱、艰苦钱、纳税钱，起来做咱的劳农津贴的发放。但是对着姐姐这的时代，阿姨上、阿爸上、阿嬷、阿公，因感触真深，因感觉讲阿扁啊。总统任内，老农的津贴伫3000变6000，包括另外阁有
老人的年金3000元，所以真侪人就是靠这条钱来咧生活，甚至因为有这条钱，老人的津贴、老人的年金，所以呢，才会当伫子孙仔的面头前，加减有寡尊严。加民主，特别亲像过去，要来讨一个所谓，不是子儿、后生、查某仔、新妇不好，是因为人讲生者都无教啊，倒有可能拍官，所以呢，自身难保，和你讲有这款友好的心，嘛伫财力上。真正做未到，就是做未到。所以不是子孙啊不好，是因为真正全无食。所以呢，做四大人的，做阿公阿嬷的，这个资深的公民呢，有当时啊头也未开。我对着因来咧，我感谢。我感觉讲，做一个政府应该爱做的代志，政府做了无够，是政府爱向咱家的阿姨婶、阿伯婶，咱家的阿公阿嬷、老农民，咱家的老大人来回失礼。咱感觉讲，政府那如果做会到，啊，其实这是有心加。无心的问题，只要有心，钱搁客一个都有。我相信呢，应该爱照顾的，对着弱势的这个关怀加照顾，这是阿扁啊一再不变的心。感觉讲做一个政府，应该爱尽量的来。做这些所谓的小确幸，也不可以加这些大人，咱这些老大人，这些老农民来咧计较这款小确幸，几百块啊，安尼用一个公式安尼咧算，我会感觉讲，这对这些老农民，咱这些老大人。咱只奥利桑、奥巴桑、阿公、阿嬷，会使讲是真无公平，嘛是真大的一个侮辱。咱做简单的一个比较，你想讲对着这个老移民，无唔对，因一世人伫军中啊，为未来报国为民，热情。有当时啊，限制阁真济，牺牲更加不少。所以呢，照顾老人民，这嘛是天经地义的代志。啊，咱敢有去啊计较？一个月，迄当时是14000几块，过身了后，某啊，阁会当领一半，啊，阁毋是呾就业。14000几块，还有就医，还有这个子儿的这个教育费，等等，拢总有真大的这个优待。当然，包括就职，嘛有真好的这个安排。所以呢，咱做一个老人民，咱政府的照顾，咱拢总无第二句。但是你讲白白吃老了后，公公教的，人有退休金，啊你做一个做事人，拿地头的，拿本机的，为什么事业逼的？为什么事业轻的？这就是咱做一个政府，未使有无公平的歧视。拢总是咱的国民，国民不应该过来分敌，
一定的国民，二定的国民，三定的国民。所以呢，阿边啊，来自草地，来自庄稼，来自田农的家庭，长江的家庭，咱唔得有法度人体会讲无钱人的艰苦，食老了后的时阵，会使讲真正有够可怜的。阿边啊，伫细汉看到大汉，我的感触比任何一位总统更加深刻。这就是为什么阿边啊总统任内认为讲，迄当时姚伯啊伫进了民进党籍的农民立委来提议政府爱来发放这个老农的津贴，所以迄当时。咱感谢李登辉前总统的任内来实施一个人会当一个月领3000块，但是呢，经过安尼几啊年，拢总无震动、无改变、无增加，所以当着阿扁啊总统的任内，咱就一直在思考，有可能来个阿姨加码来加减增加寡。咱唔敢要甲老移民的14000几来做比较，总是3000变4000，4000变5000，5000变6000，这是政府做会到的代志，钱绝对唔是问题。咱要啊，大家讲，咱打中央银行伊一年打靠这个安尼操作这个汇率，操作汇率。地当呢，赚超过2000亿以上，所以呢，说客一个啊，都有啊。但是咱会当钱用在刀口上，对着姐姐这些老大人，对姐姐这些老农民，加减拢总会当来阿姨照顾着。这就是阿边啊，迄当时的情形。但是阿扁啊，尾啊落难，去到孤山。2011年的年底，有一届民主进步党的党团干事长蔡鸿龙来找我，阿扁啊，阿伊建议你出去，马上开记者招待会。阿伊对我公开呼吁马英九政府会当伫老农的津贴过来加码。所以过来加1000块，低6000呢，变作7000。我人伫内底，我嘛感觉安尼真艰苦。结果马英九总统甲伊个政府竟然咧甲遮个老农民来咧计较，到底是要增加偌济？因讲增加1000，6000变7000无理，所以呢要来用一个公式，所以。讲啊，只有会当增加300几块，结果呢，包括国民党的这些立委都无法度人听下落，所以咱民主进步党的党团蔡鸿龙干事长发出爱个增加1000块，叫阿扁啊伫内底向伊的建议讲出来了后，国民党伊嘛是挡袂掉。马英九最后也不敢再来计较，讲只有会当增加300几块，变作6300几块，尾啊嘛是照咱的提议，再来增加1000块，变作7000块。啊，当然目前是7256块。啊，为什么是安尼呢？这就是尾啊，马英九总统任内再来制定一个。这个老农的津贴的暂行的条例，讲若要来调整，4年才会当来调整一届。啊，依照 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的指数，的这个成长的比率，带来调整老农的津贴。未当讲一届要增加1000块，安怎安呢？啊，所以呢，经过4冬了后，再增加一个。256块，伫7000变作7256块，所以呢，当然
一边一个行动党对外正式提出公开的呼吁，加主张咱要求政府爱将老农的津贴伫即卖7256元增加到10000元。咱认为讲，过来增加将近要3000元，对政府的财政一年嘛得增加200亿，这绝对唔是问题。我都拄则讲啊，打中央银行所赚的钱一年超过2000亿，先拨一个来补，啊，都有够啊，安尼。所以咱就会当来了解，这是要做甲唔做的代志，是想袂到讲，当一边一个行动党主张爱将老农的津贴提高到10000元了后的时阵，农委会马上来做一个回应，讲因嘛是来这个建议有这款的拍算，要依照老农的津贴减刑的条例，依照 CPI 消费者的这个物价指数呢的成长的比率，搁未来增加这个到7550元，会当增加差不多294元一个月。所以你也知影讲，安尼来咧计较老农民的小确幸，安尼感到。伫马英九总统的任内，除了咱阿姨要求提议，伫6000变7000，尾啊伊不得不对以外，尾啊伊嘛才增加一个256元。怎么蔡英文总统经过要四冬啊，讲要来增加294元，一个月增加要10元，你讲安尼有啥物意义呢？阿边啊，听袂落，我嘛真正无法度人接受，所以呢，一边一个行动党诉求的老农的津贴要增加到10000元，我完全支持，嘛认为讲应该政府爱安尼做，无安尼做是政府唔对，应该向老农来回失的，但是回失的嘛无够，就是马上爱办，什么呢？减刑的条例，唔忙将责任来塞个减刑的条例，讲法律规定偌济，啊，只有会当安尼调整尔尔，怎么矛盾？我委员讲，卖照 CPI， 照 GDP， 照经济成长率，标准比率来调整这个老农的津贴，那安尼就会当增加到一个月7900几元，将近要8000元。农委会缺乏讲袂使，伊讲安尼，伫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标准来改造依照。这个 GDP 经济成长率的标准，如果安尼呢，搁来修法，会引起政治的争议。你听得落吗？为着不爱引起政治的争议，不爱修法啊，所以照常以前迄当时马英九总统，伊无愿照顾老人民，迄款所定的迄不合理的一个减刑的条例。依照 CPI 来咧调整这个老农津贴的金额，是要增加偌济？国民党无要照顾，马英九总统无要关心，民主进步党会当无关心吗？蔡英文总统会当无关心吗？迄当时的签名条例唔对，当然得爱改嘛。所以有两位建议伫 CPI 改造这个 GDP。当然，阿扁也认为讲，这款嘛是阿个无够，但这是上个起码的一个改变。啊，你讲安尼，乐乐等四单等一届，等到即卖要增加294元，有增加那无增加嘞？是毋是安尼？
我要请问，你讲因为法律有规定，所以就照法律的规定，无修改法律的引起政治的争议，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话法律有规定？啊，你嘛是咧动见啊？亲像讲去年年底的时阵来冻结油价、电价，所以伫阿边啊，我会记得伫2007年的时阵，迄当时咱嘛有一个啥物浮动的油价、浮动的即个油价，嘛有一个公式来算，讲到底即个油价要安怎定？一日偌济钱，伊叫公式，叫做浮动的率，浮动的这个油价。啊，这款浮动，而且的汇率，啊，你讲那照安尼，迄当时2007年的时阵，啊，你原油一直起到100几块一桶，啊，你讲那照安尼。差不多每个牌拢总咧汽油价，啊，大家挡会掉吗？我浮动的油价汇率，海南所有消费者全民，大家拢总是民心浮动，安尼敢是好的政府？所以当时我的下令，咱的中油、台电，咱绝对袂使起价。所以呢？咱袂使因为浮动的汇率啊，地输民心浮动，所以咱来冻结。冻结目的是啥？唔是单讲油价无起，袂带动电价阁起。上个重要消费者，咱每一工咱的消费，你看，咱若无来冻结的时阵，一直起，一直起，起到尾啊！物价价有起就无落，但是原油会起卖落，即卖会当互你讲起到100几块、102块、103块，甚至当时话讲会起到105块，啊，结果呢，我讲会起就会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咱也冻结，唔忘政府过来带动物价的波动，有起无落。但是原油一定会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咱政府加开，对这中油等等的员工，咱这国营事业的员工，咱嘛是爱保障，袂因为安尼，税收讲年终的奖金、科技的奖金来减少，所以迄当时是安尼倒过来的呢。卖因叫咧油电双涨，连续2000。讲八年、2012年两届，啊，就是安尼，政府带动物价的波动，今仔个大家唔当安尼凄惨落魄，有气就无倒啊，是毋是安尼？蔡总统的时阵两岁双长，虽然讲是马英九时代所定的规定，但是民进党开的时阵，另外一个多数嘛当检讨啊，现在一定得爱如期来实施呢，实施伫蔡政府的时代。啊！大家顶政府抢钱大作战，大家在咧抢钱，为个数值之王，实在有够无合理的。所以我也感觉讲，这些所在拢总是咱这个总统头家的小窃喜。为什么咱着安尼袂当替因想看卖人呢？尤其生活愈来愈歹的时阵，经济愈来愈歹的时阵，咱着爱。来替因感受讲啊，到底日子亲像安尼，啊是要安怎过？你袂使来当作不存在啊！袂当讲哦，啊，即摆经济是安尼，几十年来上佳个，啊，够有影啊！啊，毋是拢遐有钱人因客气吗？一般绝对多数的即个基层的民众，大家会当来分到即款的红利吗？好康的是因。是歌赞，是好家人，是财团，但是全民呢？
多数的村民呢，和你讲股市上万点又该安怎？咱外国人赚去啊，无就是有钱人赚去啊。一般咱这小百姓，打惨卖菜，咱趁这家破崩两个，咱有机会吗？咱这这些人，大家有这个好康能享受吗？所以大家就爱知影，真济所在，咱唔盲讲，安尼甲老农民，咱这老大人来咧计较，法律唔对，无合理就爱改。啥物咧行政治的正义？过去包括一例一小例实施，你修改这个劳基法，敢无正义？啊，是安怎恁硬要表决过？你都唔惊政治正义啊？所以出些代志，包括通婚的问题，啊，不是同款吗？敢无正义？所以要做的代志，唔惊正义，照常嘛是咧表决嘛是咧修法啊？为什么老农今天咱建议爱修法？不只是伫 CPI 改造 GDP。同时要将额度搁增加，所以咧，知影讲，怎么照这款的比率，这是不对的啊？为什么？因为基础就低啊，啊，基础低就是政府过去无去照顾这些老农民啊，这些老农民啊，看不起这些老农民啊，所以咱得报伊，唔是讲安尼原来就低啊，啊，你搁照这个低。而且呢，基础啊，要来照 CPI， 无要照 GDP， 啊，唔是愈来愈细。所以阿边啊，感觉讲政府该做的代志，绝对爱坚持落去，唔免惊，惊啥物政治正义？对一项代志无政治正义，做对的代志，行对的路，阿边啊，就是安尼想。嘛是希望政府应该爱安尼做，啊，政府唔做，一边一个行动党，就是唔是用讲的尔，就是化作行动，要来争取伫我呢，诶，这个无分区的席次，咱希望会当摕到政党票5%2席。以上会当大家三十成立党团，那安尼带着阮哩讲话就会大声，咱就会当替咱这个老农民来争取这个老农的这个津贴会当增加到10,000元。啊，当然，农委会讲啊，明年年底咱就要甲国民年金来做一个结合，老农嘛有一个退休金的制度。就可以让你领到10,000元，别骗不白的。老农的津贴不是保险的，不用保费的，这是福利的。你还要结合国民年金，还要保费的，老农民挡得住吗？没钱就是没钱，你要叫他保费的。所以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咱希望老农的津贴就亲像老移民的津贴同款，生活费同款，因有咧讲爱来拿钱吗？老移民14,000+，因就爱拿保费吗？他享受有吗？因长期唔免拿保费，为啥物？即老农的时阵为着要客，讲要10,000元，啊，就爱去来拿保费。所以阿边啊，无多人接受。也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希望大家会当愈了解，蔡政府农委会无诚意，啊，搁咧拖延，咱绝对反对。所以，和一边一个行动党会当有协助、有党团，咱绝对要替大家搁进一步来争取，一定爱来实施老农的津贴10,000元，安尼好唔好？
汽笛声、叫嚣声让蔡英文动了气，连讲六次叫大家安静。不过现场继续鼓噪，蔡英文干脆正面回应诉求：对阿扁总统的人权，跟他在司法上、程序上的权益，我们一定会全力声援。我们民主进步党会负起这个责任，我们不会让你们自己孤单地挑起这个责任。保证党中央全力声援扁案，蔡英文一边向停扁群众。